梁总，纸醉金迷的试印本我已经给您放在桌上了，您签完字以后，我将把它们送给您官商两界的朋友。新书下周日上市，下周一您将前往您的母校人大附中，并在当晚应邀与周副秘书长一起在喜来登喝茶。下周二公司上午9点开会，敲定新书的宣传策略与周边制作。帮我联系到过去的班主任了吗？王老师届时会在学校。喂，喂，您好，是，啊，我知道了，好，谢谢，再见。这件事对我们有多大影响？很大。媒体在报道中影射了您和您的新作，说您和您书中所描写的奢侈生活如出一辙，花天酒地，喜新厌旧，这才导致了您和福灵小姐的分手。虽然很容易通过公关辟谣，但报道已经发出，新书的宣传早已开始，十天之后必须上市，这会冲击到我们很大一批读者。高考了，有信心去北大吗？当然，不过你应该说，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以后照样当作家。就像你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一样，我的梦想是做一名作家。我认为这个行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怎么不支持吗？哪有，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说说看喽。我要你在你第一本书的扉页印上，献给我最爱最爱的。嘿，你怎么没有反应？想让我写谁啊？党、国家还是人民？不理你了。好了好了，以后就让我在扉页上写，献给我最爱的福灵，愿你青春不老，好不好？向毛主席保证啊，我可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周德良就你话多。喂，有什么事吗？哎，王老师正找你呢，快上去吧。去吧。嗯。梁总。梁总。啊。梁总，我认为这次的事情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尽快商定对策，统一公司的口径，包括福灵小姐本人的说法。
这样吧，回头我有封信，你尽快交给那位王老师。王老师，我不是已经跟他联系好了吗？小郭，你做我助理多久了？5年了。知道我出的第一本书吗？对啊，石逻辑，2009年8月5日出版，销量50,000册。它和后来的书有什么不同？它的销量不如您成立公司以后好。还有呢？它的扉页上印着2行字：献给我最爱的茯苓，愿你青春不老。就累了。还记得当年唐磊出《丁香花》那年吗？我们就在附中伴这首曲子跳舞，那时候可还是我教的你。我时常在想，王老师曾经说过，在中国当作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如今才深有体会啊。不是刚出了第一本书吗？你不在其中是不知道啊。一本最普通的20万字书要写上半年的时间，搞得好了能有3-4万的收入，搞不好也就1万。静心，我是这么想的，每个人的事业总会有一段艰苦的时候，但至少我们现在都在做自己梦想做的事情。我有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公司，你也进入了文坛，这说明所有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呢。哎，你们公司现在怎么样？哎，你要知道，有些作品销量很大，但那些作品我们又不喜欢接。那你们还能接什么？当然是你那种干净纯粹的作品啦。可是这样不会亏损得很严重吗？确实有点，小公司嘛，生存总是不容易。但是我和几个同事都还蛮乐观也蛮融洽的，我们都有信心用高质量的作品来换取读者认可。是啊，我们都还有梦想，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力。可是你和我现在过成这样。喂，您好。静心啊，我是崔平。是这样，我们几个作家串了一下，打算明天去信访办上访，有关盗版的事。什么？盗版？你刚出版的《石逻辑》，我的《山居札记》，还有张先生的《仆夜集》，叶先生、王先生的新著，都有很多的盗版书被发现。我们和文化部门反映过，但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如果你时间可以的话，明天10点。我们实习反半见。嗯，当然，再见。刚出的书就有人盗版？是啊，好端端的文化市场被这些人弄得一团糟。这帮该死二刀贩子，本来销量都不景气，哪还经得起他们捣乱？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和付出，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对不起各位，我来晚了。德良，哎，梁静心，
老同学，好久不见。崔女士，我们刚刚谈到哪里了？谈到我的新作《山居札记》。啊，我拜读过，据说销量达到了10万册。有时间我还想请你送我一本签名版的呢。周主任，按说我的书销量达到10万册，确实是不少了。但你知道盗版商印了多少吗？至少是30万册。连我的读者都寄来了不少盗版样书。我不明白，连读者都能分辨的盗版书，我们的文化部门为什么置若罔闻呢？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文化市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市场了。我插一句，再拿我的仆夜集来说吧，我的出版社已经查到了盗印厂，可是在给执法部门报告的时候，他们居然说我们的执法经费紧张，如果你能提供5万块钱办案经费的话，我们立刻抓人。这时我才意识到，原来你们的执法部门不是在办案，而是在做生意赚钱。德良，我也说说，现在我们中国的作家行业很不景气，我也不想庸俗的在这里谈钱，但是中国作家收入的微薄恐怕你也是知道的，几乎是欧美国家的1%啊。一本书的写作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到头来能卖到10万20万册就已经阿弥陀佛了。诸位诸位，让我也说两句。你们刚才反映的这些问题呢，确实是我们文化市场现在存在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呢，我们要循序渐进的解决。我们的新闻出版部门呢，已经做了不小的努力，给予了盗版书商很大的打击。信访办一定会把你们的事情跟他们反映，形成文件，具体的你们等以后的通知吧。那周主任，我们的问题还有多长时间能够解决？啊，因为要和有关部门协商，所以可能要稍长些。政府办事讲究的就是个程序正义，凡事都要走规则流程。等到那时候，我看咱们的问题也就解决的差不多了。周主任，告辞。哎，静心，你留一下，我们叙叙。小王，帮我送送。二位请吧。静心啊，觉得我刚才对你们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啊？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假话听得太多了，听两句真话吧。不怎么地，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新闻管理部门，你知不知道他只能查出正规的出版商，而对那些没有刊号、书号，甚至没有出版资质的人束手无策？还有就是你说的什么程序正义，你是不是要把我们的事儿写成一个文件交给有关责任方？你难道就不知道那些有关责任方收了盗版商的保护费，他们能把这事解决了吗？还不是文件走了一个来回，屁用也不管。你说完了？你什么意思？那我也说两句。这几年你的老毛病没改，我知道你刚出道就遇上这种事儿，心里头不爽，可你想过没有，这几年你为什么手头不宽裕？真就是因为盗版商？没有盗版商你就不穷了？我告诉你，你穷就是因为四个字，理想主义。你是不是天天还想着什么文以载道，就跟刘勇说的似的，才子思人，自是白衣卿相。你到头来就是不懂生活。每个人身上都有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是什么？我的老同学啊，理想主义就是女人穿的衣裳，谁都想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但社会真正需要的是衣服里面的风景。一个人融入社会的过程，就是把理想主义的外衣一件一件地脱下来的过程。这几年你在党校都学了些什么呀？那你在北大都学了些什么？知道你母校北大图书馆里借阅量稳居前3的书都是什么吗？第一是明朝那些事儿，第二是藏地密码，第3是盗墓笔记。我的老同学啊，现在是消费时代。消费时代你懂吗？当初在附中的时候，几个哥们儿里面貌似属你最聪明，怎么就不开窍了呢？像你这样白开水似的文章有人爱看吗？没人看，你的钱从哪儿来啊？适者生存，要写当代中国人爱看的书。怎么还不开窍？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为了福灵，你也不能总是这副德行吧。静心啊，听我一句劝。梁先生，主任一会儿还要去市委开会，您请便吧。
梁总，您今天怎么了？小郭，你去和公关销售的人了解一下情况，做一下市场预期。记住，只要公司还在盈利，那些股东就不会有任何不满。梁总，我又想了想，您去人大附中的行程可能会遇到记者，要不要推迟？我不会因为几个八卦记者就改变自己的计划。对了，王老师的信。好久没有回母校了，都快陌生了，那里有太多的回忆。好，那么我给您安排一下行程。月均年度销量榜榜首，新晋作家梁静茜一炮走红，成为了文化界议论的焦点。本次签售会不仅吸引了大批读者，更有众多相关专家与学者参与，还未正式开始便已座无虚席。今天上午的签售会可谓是盛况空前，幻影这部书用精致而陌生化的语言向读者展现了虚拟世界魔幻而奢华的生活。此书销售一年以来曾几度断货，可谓洛阳纸贵。而与此同时，梁静茜与她的新作《幻影》也成为了全社会议论甚至是争论的焦点，毁誉参半。就此，本台记者走访了几位读者和专家，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我听说社会上有很多负面评论，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抱着一种怎么说，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这种书就是读着痛快这就够了，没有必要对它进行所谓的道德审判。这本书的内容、形式、文字感觉都非常新颖，感觉算是突破了传统文学的禁锢吧，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幻影对语言陌生化和奢侈品有着一种近乎癫狂的崇尚，这很容易将读者引入歧途，并破坏文化本身的教育意义。直言不讳地说，这部书是一种对文化的强奸，是对中国当代价值观极其错误的导向。真是针锋相对啊。而截至目前，作者梁静茜和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看你弹琴。这几年太忙，哪有时间？手都生了。唉，又怪我太没本事，苦了你了。不过现在可以天天看了。讨厌。静心，你还记得我最喜欢你什么时候的样子吗？嗯。还记得那年电影节，一开始谁愿意演？你一个人写剧本，到处张罗，可投入了。那时候你可是要改变世界的。那时候想想也是可笑。哎，对，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你希望做一个平面设计师，你现在又有自己的小工作室，其实我知道你们挺难的。哎，我可以给你个更大的平台，不如咱们两个合在一起。我负责写东西，你负责给我的书和杂志做美术设计，怎么样？这个怎么不愿意？唉，你一向知道我们的风格，我们只见那种干净纯粹的作品，所以我们当时才那么穷酸啊，连个像样的钢琴都买不起。你不喜欢
也罢。困了，我要睡了。看你一天都挺没精神的，刚搬进新家应该高兴才对。也不知道为什么，看你也高兴不起来了。对了，我周末要去公司几趟，我最近在出一系列新书《上海滩》。你知道一个人成了领导之后，他的时间就不由自己掌控了。还记得周德良吗？他现在是市委里最年轻的副秘书长，现在想来他是我们几个里顿悟最早的人。他说过直落级只是理想主义，现在要我说，已经成功的幻影和即将成功的上海滩能给我们真正的生活。由得我，记得早点回家。梁总，我们马上就要到了，你应该很久没有到过您的母校了吧？嗯，是啊，很久了。报告，王老师，您找我。有，请先来坐。离高考越来越近了，你的目标一直都挺明确的。是的，我从很早以前就决定要去北大，您也是知道的。那福灵呢？他什么时候决定去北大的？嗯，也是很早以前了。咱们聊点别的吧。天天和你们说高考高考的，我都魔怔了。想想我当年高考的时候都没这么拼过。静心，听说你将来打算当作家。是的。怎么想的？我觉得我的想法可能是有些理想，但我就是觉得我要为这个社会做出些改变。一个人的力量也许很单薄，但是谁知道呢？人哪负中人，难道不是生来就应该如此吗？嗯，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有过一个好大的梦想，但你知道，梦想经常很难，现实经常很残酷，所以我现在就到了这儿了。可是我觉得在宇宙第一中学当老师也挺爽的呀。有些事你可能还不太了解，现在在中国当作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像我高中的那个时候，感觉周末的时候城里的书铺和书店人最多，那个时候文化繁荣，书店人满为患，作家呢是一个特别受尊敬的职业。可是你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生活节奏也这么快，我觉得整个作家这个行业何止能一起衰败下去。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行业。我觉得有时候作家不再只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对社会文化和精神的导向。那挺好，我只希望你记住四个字，勿忘初心。老师您好，请问王老师在吗？王老师啊，今天没课应该不来了吧？小国不是让你联系了吗？梁总，我的确给他打过电话了，您班主任也亲口告诉我说他知道了。哎，你不是那个畅销书的家梁静心吗？嗯，是我。你是王老师的学生，我怎么没听他提起呢？是啊，我那王老师老说他那几个得意门生，咋没提起来过呢？嗯，小郭，你去楼下等我吧。嗯，好的。
做社会的中坚，做民族的栋梁，新生誓词。只是不认我这个学生啊。静心，见字如故。还记得那年丁香如故，你拥着我说尘世间如许繁芜，由你的文字来洗涤，说我们要一起守护一片漫山遍野的美丽。你还是不是这么说，这么做，这么热望着的梁静心，我深爱着的那个人。如今小工作室勉强维持，但能经常接触那些如当年石罗吉一样有操守有理想的作品，你可还能记起我们的理想，可还能理解我的追求？我不敢回答，又不得不承认现实。我想你已不需要我了，只有这样我才能保存些许我们最初剔透的时光。我不想看它尽数破碎。等等，风铃，你不能走。我不能过失去你的日子，我承受不了一个人的寂寞。不如静心，你已经习惯了，你可以这样过得很好，但我不能。为什么？我一直希望你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梁总，周德亮带着几个记者在门口等着呢。他们都说我变了。周副秘书长吗？那当年要是没有他的点拨，哪能像今天这样过得这么好？家都治不好了，好什么好？我也不知道周德亮是怎么知道您今天来学校的。哎，静心啊，老同学，好久不见啊。是啊，还没来得及祝贺你高升呢。周哥不愧是府里的人，消息灵通得很。我消息当然灵通，网上的事你不用操心，我已经跟网管打过招呼了，他们会设置屏蔽的。那就好，那就好。这些记者是来干什么的？是来采访你的呀。放心，招呼我都打过了，他们不会出格的。梁先生您好，首先我要向您表示祝贺，上海滩系列前两部的销量已经到达了2000万册，这已经堪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神话了。据我了解，这样的销量或许是一位普通作家一辈子卖的书的总和。那么对于上海滩系列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纸醉金迷的销量，您和您的公司有什么期待吗？介于前两部之间吧，我希望它的销量能给上海滩系列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梁先生您好，有文学评论者说您的上海滩系列延续了幻影的语言风格，并且把拜金主义搬到了现实当中，这是对当代价值观的错误导向，您对此作何看法？英国有句谚语 A swallow doesn't make a summer， 孤雁不成夏。我认为我的作品能有今天的销量是源于很多读者的支持，至于反对意见，正好可以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和争论。梁先生，请问您认为今天网络上出现的关于您和冯丽小姐的报道是否会影响纸醉金迷的销量呢？梁先生，请问网上的报道是否属实？梁先生，请问您和冯丽小姐分手的传闻是真的吗？梁先生，您对网络报道中对您生活的看法有何评论？诸位请一个一个提问。梁先生，请问您现在和福林小姐是什么关系？我和福林小姐目前的关系是景欣。我们是恋人。没错，我们是恋人。梁先生，你们小姐有复合？梁先生，请问你们中学时你们之间配合的消息是真的吗？其实我只是来帮你一个忙。你说你值得我来帮你这个忙吗？我想或许不值得，但我已经决定结束这一切了。纸醉金迷是最后一部没有灵魂的书。知道我刚刚想到什么了吗？我想有时候就算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至少我自己可以不被这个世界改变。你在听吗？前些天我也很迷茫，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最初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但我现在越来越明白，这样的生活本不属于我，更不属于你。我想我已经做好了重新开始的准备。决定了？嗯，决定了。钱怎么办？哎，是得省着花了，不过我们开心就好。哎，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庸俗了？哼，讨厌。一位北京大学不知名的毕业生曾写下这样的文字：如果生命是棵开花的树，青春就是开花的时节。如果有些人活着只为追求肤浅的表象，只为世俗的浮华，只为心理与生理的需求，那么这儿有人真正的生活过，他明白所有问题的答案。墨雨洗清桥，尘飞烟自楼，花动凋凉影依旧，人似道是否。山夕颜曾一逢
的梦里有月光下的我和月光下的你。那时你在溪边静静欢笑，我在风中刚刚开花，清溪草浓流水芳甸，你说愿这里开满夕颜，哪怕我们不生朝夕，也能绽放不为人知的美颜。我的一生只有一天，但我愿用这一生爱你，自始至终无所谓犹豫，这或许就是你期待的美丽。始终无